右上臂痛，右上臂痛，又是那个，大吊箱，又是大吊箱，因为有重力作用，往下拉，又往下拉，往下拉以后全身哪地方都痛的感觉，哪地方都痛，哪地方都麻，这表明，是重力的症状，幸好，而且这段时间也在处理那个，核物质，也还在处理核物质，随着地心核物质的减少，那么，重力就会减少，重力就会减少，那个大吊箱的那不舒服的症状就会减轻，这消失掉，好，这也是一个测量的一个仪器，也是一个测量的手段，也知道，未来，地心核物质的变化情况啊，地心核物质的变化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。